Om Mani Padme Hum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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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用我能够供养多少，我今天的福报能够供养这个花，好，我就供这个花。也有人问我说，师父，玫瑰花可不可以供养地藏菩萨？当然可以啊，谁说不可以啊？当然可以啊，对不对？任何的花都可以供。所以你要供养，供养一杯水，点香，然后礼佛三拜，这样子的话你就每天在供养地藏菩萨。好，我讲一个地藏感应录给大家听，是真的。弘一大师在世的时候，因为他常常是云游的，你知道弘一大师的个性就是云游。他在浙江省一带，往常他很多寺庙都想请他去住。弘一大师大概冬天的时候都会住在南方，因为弘一大师身体不太好，北方中国比较寒冷，长江以北都很冷，黄河以北都很冷，所以冬天的时候他大部分都住江南。江南的寺庙是比较温暖一点，他身体比较受得了。有一天他挂单在一个寺庙，他每到一个寺庙里面，他第一个都先整理做什么你知道吗？先打扫房间，然后呢供佛像，西方三圣供一尊地藏菩萨。他每到寺庙第一桩事情都是先打扫佛桌，就是先布置自己的佛堂的意思。有一天他到这个寺庙来挂单的时候呢，他就住了几晚，第一天、第二天、第三天很好，到了第四天的时候，突然以前中国大陆不像现在呢，社会很安定，常常会有盗匪来偷寺庙，因为他觉得寺庙香油钱很多啊。就有一天呢，弘一大师晚上呢，他睡觉的时候就听到突然有一群盗匪突然跑进来，抢到寺庙里，拿着刀杀出家人，然后抢来抢去的就是把所有钱。然后呢他已经睡觉了，但是他不觉得，他就一直在念地藏圣号就入睡。他听到有人走步的声音，结果整个寺庙里面所有的门都被敲破，只有一个人的门没有被敲，弘一大师的门，很奇怪然后大家呢在一段慌乱当中因为寺庙遭强盗匪抢进来嘛，所有东西都被抢光的时候呢，大家就唉声唉声问对不对？有没有出家人受伤然后有人就跑洪公洪公你还好啊？他说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他说刚才有盗匪来你不知道吗？他说我不知道我在念地藏菩萨圣号，没事没事就这样然后呢，可是呢，其他人然后他说哎呀，地藏菩萨保佑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房间的外面有一个会客室，会客室他就供西方三圣跟一尊地藏菩萨，而且他早晚都会烧香。所以你不要小看供一张佛地藏卡，真的有用吗？有用。当然假如你有更多的时间，可以念地藏经或念大乘大吉地藏十轮经，或者好修师父这次建议你的这个地藏简轨，你又能够禅坐又念咒，那当然功德力会很大。所以弘一大师一生都弘扬而且感恩地藏菩萨，所以每一次遇到地藏圣诞的时候，他都会为妈妈还有家属抄经，甚至他也特别会印经弘扬地藏法门。他呢到哪里挂单，他走到哪里，地藏菩萨圣诞那一天他一定出来见客，为居士讲经说法，就是他一生想要做地藏菩萨的孤臣。地藏，所以弘一大师也发愿说，他将来到西方极乐世界遇到阿弥陀佛为他受记，他可以千百亿化身的时候，他一定化一个身，生生世世跟着地藏菩萨度众生。我觉得弘一大师这样子的示现是很好的。为什么？第一，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得到解脱自在了。第二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你证悟八地不动力菩萨的时候，事实上你可以千百亿化身的，你不会一个身体度众生的。所以那时候你已经无我，你是坐着大宝莲花来投胎，而且你一投胎的时候，过去是、现在是、未来是，所有事情你都记得，对不对？相信你在新加坡的事情你也记得的，那不是很好吗？你现在要度众生，有时候会比较难，心有余而力不足。
所以希望各位呢常常拜地藏菩萨，尤其是幽冥界众生干扰的，或者有忧郁症的，或动不动呢恶念都很多的，不是念阿弥陀佛跟六字大明咒不好，希望你也多念地藏菩萨，多拜地藏菩萨，乃至于早晚呢能够供香跟供水，顶礼三拜并不难吧。那你要连早晚供个香顶礼三拜你都不肯，只有了不肯做的话啊，那只好师父深呼吸说没法度了。好，再看下面第十，一心顶礼入具足圣通明定地藏菩萨摩诃萨。这里的圣通明定呢，是指地藏菩萨有一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的声闻足的神通，甚深的神通，乃至于他无六种漏尽通，因为地藏菩萨已经成佛，所以他六种漏尽通都有，乃至于大乘一地、二地、三地到十地菩萨的殊胜神通，他都具足，而且明定，请把明定画起来，明定当中它是明净而住的，所以从八九十这三个里面，你都会看到三个字是明，是代表他的心都在禅定当中，是明明白白、明明朗朗的。接下来再看第十一，一心顶礼入普照诸世间定地藏菩萨摩诃萨。地藏菩萨的智慧光芒呢，像太阳一般，可以普照三千大千世界，乃至于无量无边的世界。所有的世间的呢，哎，他都照得清清楚楚。这样的定呢，哎，是非常甚深的。接下来看第十二，一心顶礼入诸佛灯具明定。入诸佛灯具明定，是指他通达过去、现在、未来诸佛一切的教法，那这个教法就像人生的灯塔一般，在茫茫的大海当中，可以像灯塔一样指引一切苦难的众生。好，接下来再看第十三，好，看幻灯片。好，那这次我也会介绍，从印度传到中国，传到西藏，再传到日本，再传到韩国，甚至传到台湾以及东南亚的地藏菩萨圣像。好，我先介绍中国大陆早期的这个地藏菩萨。你可以看到这张地藏菩萨，它背后呢是松树，地藏菩萨是禅坐像，坐在石头上打坐。好，当然他的打坐并不一定是很严肃的，可是他因为要拿锡杖跟摩尼珠，可是他的心呢是进入甚深的大乘禅定的。接下来再看弘一大师亲自所绘的地藏菩萨怎么样呢？地藏菩萨拿锡杖一震，大地裂开，然后他的摩尼珠一弹指往天空，然后全部呢地狱恶鬼畜生放光，所以地藏菩萨就直接进入到地狱里面。所以左下角可以看到地狱猛火，地藏菩萨就这么悠闲清凉跟自在而进入六道广度一切众生，也就呢跟六字大明咒观世音菩萨一样，在六道当中他是来去自如的。好，这个是弘一大师亲自所画的。那现在因为是数位，所以早期有很多图片呢，哎，你上网可以查得到的。好，再看下面第十三到十八，一心顶礼入金刚光定地藏菩萨摩诃萨。地藏菩萨进入的叫金光刚定，这里的金刚光定啊，是指般若波罗蜜。地藏菩萨既然他都无量劫早已成佛啊，等同于诸佛的功德，所以他对诸佛的般若波罗蜜，般若波罗蜜就像金刚一样坚固不动，所以他是叫金刚光定地藏菩萨摩诃萨。十四，一心顶礼入智力难推伏定地藏菩萨摩诃萨。入智力就是地藏菩萨很有智慧，定当中跟智慧这两个一定有关。难推伏的意思说它不容易给你推动摇，像个山一样啊，对不对？就好像老僧入定啊，对不对？你要推动它移动它是很难的，
意思说地藏菩萨的定啊，是很难呢被外道的或是种种的恶缘呢来呢影响的，所以叫做智力难推伏定。十五，一心顶礼入电光明定地藏菩萨摩诃萨。这里的电光明定是指闪电，是代表地藏菩萨的忏悔功德。我们在黑暗当中看到闪电，一打闪电的时候呢，山河大地呢就会闪亮一下，所以这叫做电光石火。那这里譬名叫电光明定，代表地藏菩萨呢在加持众生的忏除恶业上会有很强的功德力。再看第十六，一心顶礼入具足上妙未定地藏菩萨摩诃萨。这里的上妙未定呢，是指对于甚深的佛法，像殊胜的佛法是非常的美味的。就好像我们吃素，大家哈，老菩萨都会很用心的做各种食物，让大家生欢喜心，然后让你吃素吃的生欢喜。所以上妙未定是比喻说佛法里面呢有更殊胜的微妙的，那他一切的佛法最殊胜的佛法他都能够通达，所以叫做具足上妙未定。接下来第十七，请做一个记号，一心顶礼入具足甚精气定地藏菩萨摩诃萨。讲甚精气定，我先讲一下，我们中国人道家认为一个人身体好是什么？精气神。这精气神三个虽然是现在科学可以测量到，但是无法了解完全究竟。虽然我们现在全世界包含新加坡都发展生物科技，包含现代人很忙，要吃很多的维他命，还要补很多很多，对不对？所以一排的药罐子，这个补肾的，这个补头的，这个补心的，这个补腰的，这个补什么的，哇，一排耶，对不对？然后出门的时候大包小包，为什么现代人？这有很多原因，第一个环境的关系，第二我们吃的食物里有很多呢，很不幸遇到呢这个黑心肝的，尤其是我们吃素，很多人呢在蔬菜里面有大量的农药，这是真的。所以为什么很多人现在提倡 organic food 有机食物，虽然贵一两块，但是它的的确确真的。以前我在乡下的时候，台湾乡下，我去看我的老朋友的时候，他是种蔬菜的，他种完以后说，师傅我供养你这包菜。我说这包菜怎么从哪个田地来？他说我有两个田，一个田是种给自己吃的，一个是种给别人卖的。我说有差吗？他说有，卖别人的农药是两三倍，自己呢喷一点点就可以了。我说哎呀，阿弥陀佛啦。他说没办法，师傅就是要这样生存下去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可见呢，现在的食物啊是有很多毒，所以为什么我们现代人你会发现我们有很多观念是以前没有的，是不是在会讲环保，对不对？垃圾分类还有排毒，难道现代人就这么可怜吗？答案说现代人真的很可怜，因为他生活在外在的环境你看不到，对不对？吃海鲜，海鲜也有很多问题啊，全世界的全球暖化，酸雨浸在海鲜啊，大海里面啊，你真的看报道你都会吓死的，所以你吃植物也是很难的。好，这边有一个问题，有一个莲友问我说，师父，好，是上一场演讲我没有时间回答，他说师父啊，我被我的小叔考倒了，我叫他少吃鱼少吃肉，然后呢不要吃海鲜，这样对身体不好，他反咬我一口，吃素也有生命啊，那素菜不是也有生命吗？注意听答案，素菜没有生命，没有意识， No consciousness，六道轮回里面没有一道叫做植物道的，没有，对不对？换句话，我们投胎不会做人。注意看，对不起哈，又借你们的花，我没有偷到啊，我有先问啊。这朵花，听好，师父投胎，你很喜欢这个花，这个花叫什么？啊？什么花？无机花。OK，whatever， 无机花，你很喜欢花，注意听。你不会投胎变成花，为什么？植物有生长现象，但是植物没有生命，意思没有意识，也就是植物不会思考，
假如师父会思考，注意听，师父现在折一下，他一定，哎呀，师父很痛呢，他会有给我反应，但他没有，是因为他没有意识 ，no consciousness， 所以六道轮回里面没有植物道，你要这样回答、啊。好，那注意听，但是对植物，我们要活，当然不可能完全没食物，所以我们对植物也要珍惜，但是。有一种在佛经里讲，假如你很喜欢这个花，死了以后呢，变成 spirit 附在花里面，就变成花精，叫做 flower spirit， 那是有意识的。那你生生世世就很难投胎，为什么？你就一直黏在这朵花，因为你太喜欢花了。所以注意听，买花供佛很好，但也不要太执着花，所以免得变花精。所以我们吃素呢，对啊，免得变花精啊。对啊，怎样？师父说错了吗？是真的、啊？哦，我赶快插回去好了。那呢？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植物啊，它不会投胎转世，所以吃素的目的的确你也要慈悲心。可是呢，人不会投胎变成植物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人好，我现在要讲吃。所以我们现在面临很多的问题，刚才讲精气神，第一个话多伤气，就像我讲经，师父要吃很多补中益气汤，对我才有能力要带你们共修，又要讲经，就要回答，不然的话阿弥陀佛，我是很容易往生的就挂了。好，所以第一个气足的时候他身体就健康，话多是伤气的。第二个，熬夜是伤神的。我也知道十一点前要睡觉，可是问题呢，哎，我永远都做不完。所以熬夜是很不好的，因为熬了夜呢，你小晚上少睡一个小时，第二天你用两个小时、三个小时都不会。所以现在的工作压力就是身体啊，一直累，一直撑，一直撑。还有呢，欲望多伤精。所以你精气神三个都不好，你每天就像这样孤魂野鬼，你虽然是人道众生，可是你两眼无神，你就像孤魂野鬼，真的，师父也见过这样。还有这样的众生、哦、你在他旁边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他身上臭味很重，不是体臭，而就像地狱恶鬼住生的这三恶道的臭味。然后呢，有事没事他就流口水，然后呢，你问什么他转头就忘。听好，这个是从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众生来刚刚投胎的，这样的人呢精气神很差，所以他要念地藏菩萨。你一定有遇到你周遭旁边有这样的朋友，师父也遇过，甚至呢有比较敏感的莲友就说，哎呀师父你知道吗，我帮那个莲友一帮啊，我就头痛。的确人的气跟气是会相互影响，所以地藏菩萨，大地大地，大地的植物能够长得很好是什么？精气神旺盛，大地五谷杂粮长得好，那一定是什么？气很清净很足。所以师父现在讲的不是危言耸听，是真实存在。道家讲精气神，其实佛家也讲，但佛家告诉你是不要执着。打坐的人，他呢就红光满面，精气十足。师父虽然瘦瘦，刚才你看我讲经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我也是红光满面的，顶功抢抢棍呢、啊，是不是呢？不要拍手。所以注意听，你真正修行的时候，注意听，你身心的能量啊，你会宁静起来。不管胖瘦，可是有些人虽然肥肥的，两眼无神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你跟他讲什么，他都没有。注意听，如果你遇到你的朋友，就好像失魂落魄、精气神都跑掉的话。有时候念阿弥陀佛的确不太容易，因为要有善根。念大悲观世音菩萨，他觉得有念跟没念呢，加减念都差不多。念地藏圣号，地藏菩萨，地藏菩萨，地藏菩萨。或者劝这个人，你送他一张佛卡，你叫他供地藏菩萨，拜地藏菩萨吧。然后呢，你很慈悲的修一切佛法，求地藏菩萨回向给他。这时候他就会变成入具足肾精气定，他身体慢慢就会好。注意听，那种病呢是医药医不好的，医生来给你检查，你的身体就很健康啊，血压也正常啊，脉搏也正常，但是呢走路的时候就像行尸走肉这样，
真的，师父见过很多这样的人，那表示很不幸，他是刚刚从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来投胎的，所以他要拜地藏菩萨。先看第十八个，一心顶礼入上庙诸资俱定地藏菩萨摩诃萨。好，第十八请做个记号，各位很重要。上庙诸资俱定，就在家出家，你生活要有很多的资粮，你要有家，你要有食衣住行的交通工具，你要每个月付房租，每个月你要有很多的开销，加加减减，加加减减，你会觉得好像全世界呢 living cost 的生活的这个所需啊是越来越贵的。真的，我也感觉，师父从2003年到现在来了新加坡多少了？今年是2010年，对不对？在这么多年中，有一年我没有来，我就觉得以前呢，还吃三碗呢，这个3块钱新币就可以吃一碗斋米粉，现在很贵耶，要5块啊，对不对？喝个凉水2块就变7块了，几乎是以前的2倍。哎，台湾比较便宜，那香港呢有2倍半，所以你会发觉全世界这个 living cost 的生活支出会越来越贵。可是呢，有一个坏消息，就是什么都涨。薪水没有涨，对不对？所以过年红包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哎呀，过年恭喜发财，红包不用拿来，因为大家都没钱了。过年的时候，孝顺爸爸妈妈、妈妈也要钱，对不对？招客啦，阿伯、阿公来要包个红包，小朋友给你压岁钱，对不对？吃饭也要钱，出门也要钱，可是没有人知道你没有钱，所以你很酷。其实很多人的压力就是从这来的。真的，真的，师父很了解。我接触很多的居士，现在的生活真的很辛苦。台湾的年轻人甚至要做2个工作才能活下去。礼拜一到礼拜五一个工作，6日 part time 到哪里呢？到 supermarket 的大的大卖场帮忙上架排东西。所以没有办法，全世界都一直会涨，而且只会涨不会降的。这时候怎么办？请你好好拜地藏菩萨，你的福报不够。这里讲上庙诸资俱定，诸资就是所有你生存的生活条件，但是不要乱浪费哦。不要说地藏菩萨，地藏菩萨下个月公积金多一点啊，赌场呢我正看中一个号码，然后呢我非常有兴趣，这样的话呢你会输光光的。对不起哦，师父没有批评的意思，只是告诉你，你自己对于你自己的食衣住行啊，要能够节制，要控制。其实有时候你要想，人哦，想要的很多，真正需要的不多。现在全球不景气，然后你自己列一个清单，你就会知道，其实很多花费都不需要的，你可以删掉的，你可以把那些钱呢去做功德，做慈善事业，救很多人的。好，所以假如你在生活资具上有困难，请你拜地藏菩萨，要有耐心，起码要拜半年到1年。啊，你不要说行空法师都是你说的，我拜地藏菩萨，我每天都供香供水，一个礼拜还是没效，一个礼拜哪有够，至少要拜半年到1年，你的业没有那么快转的。假如你很精进的话，它会改变的。好，先看下面一张幻灯片，九华山地藏菩萨肉身宝殿的地藏山。这个我是从网络 download 的，但很可惜我目前4大名山的关系，因为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，嗨，我的口袋已经证悟空性了，所以我还没有去过九华山，我也还没去过普陀山啊，将来有缘吧。我去过峨眉山跟五台山。好，注意听，我前几天介绍的孟参老和尚60年前接过地藏菩萨的肉身宝殿，打开来他讲给我听，非常的壮观。就是大家知道金乔觉，对不对？韩国的这个太子出家，然后到中国，对不对？然后他跟呢，当时的一个县令说，我要跟你化缘。他说我要一袈裟的地，你给我。他说好啊，那你就拿去一袈裟。没想到他一袈裟有一神通，整座山都盖了。啊，那个就是地藏菩萨显神通，所以中国呢，九华山就成为地藏菩萨的这个圣地。那我听孟参老和尚跟我说，当时呢，60年开一次的肉身宝殿的时候，是地藏菩萨就跟呢，六祖慧能大师的肉身一样，栩栩如生的，
非常庄严。他看得非常感动，然后放声大哭，然后呢，他就决定要出家了。那时候啊、他16岁出家，对不起，那应该是80年前了，因为他跟我讲的60年前，那这样现在后面，所以他80年前曾经看过地藏菩萨的肉身宝殿亲自打开过。然后后来呢，那因为战争的关系，中日战争，还有中国的历史文化的因素，还有文化大革命，还有历史的政策，宗教的政策，这个肉身听说现在是埋在肉身宝殿的地底下，是看不到的，因为怕人家偷，所以也怕人家破坏，所以它是中国的宝。那它是菩萨示现为肉身呢，然后呢，所以你现在看到是肉身宝殿前面人家雕木雕的地藏王菩萨，传说跟肉身呢是一模一样的，所以是九华山地藏菩萨的肉身宝殿的佛像。各位有机会要去九华山，你也好好发愿啊，去朝圣。接下来再看下面。19，一心顶礼入无真智定地藏菩萨摩诃萨，把无真画起来。人与人之间常常会有争论，假如你有争论，然后无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有争论，假如你遇到打官司或是你更加吵架，你明明是没有错可却被人家诬赖的话，那些你可以拜观音，也可以拜地藏菩萨，然后你的争论呢就自然会习除，叫无争智定。接下来再看20，一心顶礼入能隐胜踊跃定，踊跃就是呢很欢喜的意思，英文叫 delighted， 非常高兴欢喜踊跃。隐胜呢，隐是什么呢？看这里，隐就是叫做隐庆，引庆叫引庆，叫引发善根的意思。比如说你要用引庆引请法师，其实它引庆是指引发你心中的善根的意思。所以念地藏菩萨的人呢，善根会从内心里引渗出殊胜的善根，而且对于学习佛法会非常欢喜好药，这样的定叫入能引渗踊跃定。所以不太喜欢学习佛法，或是师父只说吊儿郎当或者悠悠哉哉的人，那你要多拜地藏王菩萨，因为你不太踊跃嘛。接下来21，入一心顶礼入具足示露光定，这里的示露光定是指在世间法引导别人像指路的光芒一样，不要指错路。举个例子，有时候在新加坡你问人家说对不起阿丘洛的怎么走，那问新加坡人，有些人很友善会跟你讲，可是你问外国人，有些人他指错路。问老菩萨呢，你问他哪一条路怎么走，他给你答莫怎样，对不对？所以指路的时候不可以指错路。用这个譬喻是说，我们在世间当众生尤其年轻人在这个人生交叉路口他走错路的时候，你要指对路，所以这叫入具足示露光定，这里的光就像电灯光或智慧的光芒一样引导他。好，我讲快一点，不会讲不完。22，一心顶礼入善住胜金刚定，善住胜就是心很善巧安住在殊胜的金刚玉净定。金刚定呢是成佛的大定，所以地藏菩萨也安住在这里。接下来23，一心顶礼入真上观圣床定，真上观就是它有定当中还有真上更强的圣身的智慧的观察，就像殊胜的宝床一般。24，一心顶礼入具足慈悲身定，所以地藏菩萨摩诃萨，所以地藏菩萨的声音是非常慈悲的。今天各位入大会之前是有放一片 CD， 那就是我唱的地藏圣号。我进录音室念，老实说我念地藏菩萨的时候是泪流满面的，我非常的感动，因为我觉得呢地藏菩萨度我出家。所以有人听到说师父你念得太好，我都鸡皮疙瘩掉满地耶。没错，我就是要让你这样，它会震动你的心，知道吗？地藏菩萨的圣号真的很特别。当然观音菩萨的圣号也是，有时候你念的呢你会觉得众生很苦啊，大慈大悲救苦救难，
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可是地藏菩萨的圣号，他可以度三千大千世界幽冥界的众生，所以他的声音啊，不是要故意装，而是自自然然啊流露出来的慈悲的音声。所以我当录完那一片地藏圣号的 CD 的时候，很多人听得很感动，但也有人跟我说，师父，那好像七月超度哦，我听得都鸡皮疙瘩掉满地。我说很好啊，你这样才会觉醒啊，声音可以广度无量众生。接下来看第25，一心顶礼入隐集诸福德定地藏菩萨摩诃萨。所以你的福德不够的话呢，也应该拜地藏菩萨。看26，一心顶礼入海光海殿光定地藏菩萨摩诃萨，就是他的定呢，像大海一边上面的闪电的光芒。闪电对众生来讲是很可怕，可是佛经里面常常会用闪电做比喻，表示它有广大的震撼力的意思。最后看幻灯片27，做一个记号总结：一心顶礼能入如是克茄沙定。克这个字有人念破茄字，破音字，就是指勤茄沙定，这两个字都可以。勤茄沙定等诸定，或是克茄沙定等诸定，成熟一切的有情地藏菩萨摩诃萨。也就是说，地藏菩萨可以像呢印度恒河沙数这样的沙。你知道佛陀讲经为什么用恒河的沙 做举例吗？各位若有机会去法拉纳西，你看恒河的沙，师父拿过恒河的沙，它细得像面粉一般，每一粒每一粒都很清楚，但是手不会粘着，你抓的时候一放下来，它就呢漏下来很清楚，所以细得像面粉一样。所以佛陀常常比喻恒河沙数的时候，数量最多最多就是用恒河沙做比喻。所以这里意思说，地藏菩萨可以入到像克恒河沙茄定的这样的定啊，都成熟一切的有情众生。接下来翻过来第16页，就是针对现代来讲，有刀兵劫、疾病劫跟机警劫。请看28，一心顶礼以诸定力除刀兵劫地藏菩萨摩诃萨。刀兵劫简单是战争。好，现在有一个问题来了，这个世界上怎么样才没有战争？中国大陆的高僧，中国以前中国大乘佛法说，欲知世上刀兵劫，但听屠门夜半声。他说，你要知道世界上哪时候没有战争啊，那你就听听半夜啊，哪一天众生开始不杀猪不杀羊不杀众生，所有的众生不杀生的那一天开始呢，就没有战争了。那答案呢，你想一想，那可能吗？很难，不是不可能，因为全世界的众生都在战争。你看人类的历史，从西方的历史来中国的历史，从自古以来呢，每一个朝代改朝换代都什么举发很多的战争，甚至改朝换代也杀很多的功臣。所以人类的历史上其实很好杀好战也好斗，所以因为众生杀生的果报，所以众生永远有战争。举一个例子，讲个故事吧。师父现在脑筋想，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琉璃王要攻占释迦族。琉璃王国王小的时候曾经被流放到释迦族，流放后来呢，他遇到释迦族人欺负他，因为他那时候是太子小孩子，他人家欺负他，他很恨，他说呢，等我长大做了国王，我一定要灭掉释迦族，他就发了这个恶愿。就后来很不幸，等他长大以后呢，因缘果报现前呢，他的确当了琉璃郎国王，琉璃国的国王。他一生从小被欺负跟侮辱啊，那个耻辱呢，他一直都放着怀恨在心。所以有一天他就呢举起大兵要攻打释迦族。释迦牟尼佛当时在弘法，当然他很慈悲，佛陀他知道，所以他就带着圣弟子故意绕到呢这个琉璃王那要军队经过的地方。走了以后呢，突然他军队停下了，他看到释迦牟尼佛跟弟子都坐着一排在打坐。这时候琉璃王当然是释迦世尊，
他说：“世尊，我对你很顶礼恭敬，但是请你让开，今天我要出征。”释迦牟尼佛没有放弃，没有放弃呢。以后呢，就为他说法：“琉璃王啊，你小时候受的侮辱是过去的业，你应该把恨放下，不然呢，冤冤相报何时了呢？”佛陀以慈悲的智慧，放慈悲的光芒为他说法。琉璃王呢，因为感动佛陀的恩德，就说：“好吧，佛陀你这样说，那我今天就不打。今天不打，并不代表以后我不打。”他就开讲：“回去吧。”他就一喊军队撤军，就撤了。佛陀啊就很难过，走着要继续。那弟子呢就问佛陀为什么？他说：“琉璃王是不会死心的，三天以后他会绕另外一条路继续攻打。”那圣弟子就问怎么办呢？他说：“我们还是要努力，我们不要放弃救度众生的任何一个缘。”好，这时候琉璃王呢本来是向右走一条路嘛，后来三天以后呢他又向走。那佛陀当然知道啊，佛陀在这个国家他都很熟，佛到处讲经说，三天以后呢，哎，时间到的时候，佛陀呢，嘿，又带了呢圣弟子跟所有人坐在那边一排，然后琉璃王呢又开始出啊攻啊，攻到看到佛陀之后，马车又停下来，他说：“佛陀啊，你到底怎么样啊？你怎么都不放弃呢？”他说：“我非要。”佛陀就为他说：“琉璃王，放下心中的嗔心啊，战胜内心嗔心的敌人，比你战胜外在的敌人还重要啊！就算你全部杀掉了释迦族，你能够灭除你心中的嗔心吗？”他对着佛陀说：“我永远不放弃我小时候受的侮辱跟欺负，我一定要报仇的。算了吧，我今天又撤兵了。”撤兵了以后呢，佛陀还是很难过。为什么呢？过了七天以后，琉璃王终于要攻打了。最后他走中间的路，甚至呢他算好释迦族还没有来之前呢他就赶快走，可是佛跟圣弟子都有神通，咻起来又坐在那里一排。这时候他说：“佛陀，请你让路，我已经尊重你第三次了，可是你若再不让路的话，我就会下令所有的马车我就往你的身中这样放，到时候你不怪我。”好，他已经跟佛陀讲我这次绝对不让。最后呢佛陀呢就不讲话了，因为他知道这时候他的嗔心呢是已经没办法用任何方法去感动的，所以这时候他就喊攻啊，就往前走了。冲的时候只有释迦牟尼佛一个人坐着，因为佛入圣身三昧慈心三昧，所有的圣弟子都吓跑了往外跑，然后呢就攻啊，然后呢所有的释迦族在一天之内通通都被杀。这时候大目犍连尊者神通第一，舍不得佛陀的祖先跟人民叫释迦族，就救了500人放在波上，用神通力一直飞，飞到刀立天宫。佛陀就跟他讲：“目犍连，神通是敌不过业力的，没办法的，不相信你看吧。”他一打开在刀立天宫，大目犍连的尊者看到他的波呢里面他用手救的500释迦族啊全部化为脓血了，所以佛陀就非常的难过。然后一夜之间所有释迦族几乎都被杀光，留下了没有几位。这时候圣弟子就问：“为什么佛陀连你的慈悲跟功德都不能改变业力吗？”他说：“没错，众生的刀兵劫。”他就讲在无量劫无量劫无量劫，释迦族的这一群人曾经是海边的农夫渔夫，对不起，渔夫，他每天都要打鱼捕猎。有一天在呢这个天气非常好呢，他们要举行庆典，释迦族的这个村民啊渔夫呢全部到大海捕鱼，捕猎呢大的小的通通都不放过，大的当然他们杀嘛，小的呢也不放过，所以他们为了要庆典，所以各种鱼他都捞，杀得很残忍。佛陀就说：“你知道吗，这些渔夫就是过去的释迦族，而所被杀的呢琉璃王就是大海里的鱼啊，所以冤冤相报何时了啊？”所以佛陀说：“唯有放下自己的嗔心，战胜内心的杀心，你才是最伟大的勇者。”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是泪流满面的。20多年前，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故事。你看，佛陀永远不放弃。从这个故事里可以看到，对，他们是过去的业，相互杀来杀去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一生
琉璃王可以毁掉释迦族，释迦族也是多生多劫有善根的，但是他在投胎转世的有一世曾经全部都做过渔夫，所以他杀过很多生。所以今天的战争、绝对有无量劫的因果。唯有我们呢，要放下自己的杀心跟嗔心，战胜外在的这个人民没有用，你要战胜你内心的敌人，这才是佛陀开示的。可是注意听，伟大的佛陀从因缘果的角度缘上，他永远不放弃。你看佛陀不会说哎呀那就是业障吗，就是定论啊，佛教不是宿命论，佛陀永远不放弃。所以佛陀在三次他要出兵的时候就在路上等他，他希望呢他能够感动琉璃王的嗔心，可是没办法，因为琉璃王的嗔心太深的，不但是过去世还有现在世，从小的时候被人家欺负侮辱，所以他很恨释迦族，甚至他发了诅咒的恶愿，要杀掉所有的释迦族。所以你说世界上的刀兵劫从哪里来？从杀生来。世界上里面若半夜开始不杀猪啊，我告诉你，世界上就慢慢会减少战争。人类呢，西方的历史跟东方的历史没有啊一个改朝换代都不杀生的，而且发动大量的战争，为了争取国土，为了争取财富，为了炫耀呢作为帝王的权势。那请问这时候战争来的时候怎么办？念地藏菩萨摩诃萨，起码会把杀业减到最低。注意听啊、我没说你念地藏菩萨就会躲过生命的，该死的还是会死的，因为你欠人的嘛，不会死的你就会活下来。对，你过去没有欠人家的命，真的这样。举个例子，师父说过在六祖慧能大净明佛学社呢，那一次讲经啊，有一次六祖慧能大师就坐着，他跟徒弟讲，来准备10两银子，下午会有两个人来。他说师父最近这么安静哪有人来，他说下午会有人来。就下午呢，就突然一群盗匪呢抢到寺庙里来，然后呢打家劫舍，然后拿着两个刀进来的人呢就看到六祖吓了一跳，六祖就说了一句话，刀放下吧，我欠你钱但我没有欠你的命，钱在10两银子在桌上，你们两个拿走吧，这是我过去世我们生生世世的恶缘，我欠你的钱你就拿走吧，你不可以杀出家人，我没欠你的命。后来六祖慧能大师就呵斥他，你一辈子做强盗做土匪，那冤冤相报何时了呢，你还不回头吗，对不对？我没有欠你的命，所以你杀不了我，而且你杀出家人你的果报会堕地狱的。后来六祖慧能大师就苦口婆心劝他，劝他以后那两个人就立刻放下刀，就向六祖慧能大师忏悔，被六祖修持的这个威德啊感动了，所以他们就变为佛教徒了。所以六祖就亲自说了，我欠你的钱没有欠你的命。真正有修行的人，过去现在未来他自己会了解，你没有杀业的因，听好，你就不要去有害怕有战争的果。炸弹掉下来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你不会死的，因为它不会爆炸，这是真的。我看过很多人类的战争历史片，希特勒或东方的很多战争里面真的是很不可思议。师父讲话真的，我坐在佛堂是很真心跟你讲，唯有要除刀兵劫，先要什么？一，不要杀生；第二个，口要有口德；第三，心中要去掉你的杀心。我再讲一遍，一，手不要杀生；二，讲话不要像毒箭一样，要有口德。虽然你不杀众生，假如你讲话很毒，说是非，你还是会有病痛的果报的。第三，要放下你的杀心。所以你若碰到自己的别业或跟众生的共业，你要逃除杀刀兵劫的这个障碍，你就要先从缘上去改，还有因上去忏除，就拜地藏菩萨。接下来29，一心顶礼，以诸定力除疾病劫，地藏菩萨摩诃萨。就是众生呢疾病很多，尤其像现在 H1N1 或是 SARS，对不对？全世界的人呢，现在只要面临天灾跟人祸，都很苦的。师父，我这样讲，注意听，我不是危言耸听，要告诉你哦，好像全世界，全世界很可怕。不，我要告诉你事实的真相是，整个地球都在变了，众生的业力也都在变了。虽然各位居住在有福报的国家，但是你若不改你的业，
按照新加坡给让这么发达的生意做下去的话，有一天这个国家还是有苦难的。我是很真心跟你说，我没有诅咒你们，师父没这个恶念，我是真心的从因缘果报去看。当然我们台湾也不怎么好，对不对？台湾正如的也是一片混乱，可是台湾呢有很多人在学佛法，有民间慈善团体，各个宗教，还有慈善团体、学佛团体、道教团体，很多人都在修行。所以台湾虽然政治很乱，台湾人心还很安定，台湾还有很多佛教的人才。各位，你要从因缘果看，我的看法跟你看法不一样。为什么呢？你只从世间投资商业利益的角度来看，可是佛法来讲，假如你不去改你的恶因，不改恶缘，将来众生是会有很多很多的苦难的。这个苦难，对不对？可能一个灾难来的时候，就会很多人很多的往生或受伤或受苦的。所以疾病劫，这个地球只要一个天灾人祸、地震或是一个病毒 virus 没有药，全球的人呢都进入恐慌。为什么？搭飞机的时候全球人都飞来飞去啊，你怎么控制病毒呢？对不对？机场呢就会像战斗场一样，检查森严啊，众生大家都在恐慌，而且人跟人都不敢讲话，都想哎呦，我跟你讲话啊，待会你的病毒会不会传到我？病毒传到的时候呢，你又觉得没有药怎么办？念大悲神咒，念六字大明咒，拜观音菩萨，喝大悲水，或念地藏菩萨，忏除恶业。接下来再看三十，一心顶礼，以诸定力求机警劫，地藏菩萨摩诃萨。机警就是呢，粮食不够，没有粮食。佛在世的时候，有一天佛也曾经有马麦之暴三天。佛在世的时候，有八个国王都轮流供养他，佛有他的功德。可是有一天呢，佛托钵的时候呢，托钵的时候到了一个村庄，他住下来，结果呢，因为呢战争的关系，还有很多很多的因素，还有天气变化，结果呢佛跟弟子啊突然呢有三天都没有饭吃。最后呢，佛陀呢叫比丘吃什么呢？吃那个马喂马的草。佛陀叫大家吃呢，然后多喝水修禅定。那这时候圣弟子就觉得哎，好奇怪，佛陀你是万德庄严的人啊，怎么呢你刚好今天呢带我们三天我们都没饭吃呢？他说是有过去的业，对，所以得到佛得过马麦之报。马麦之报呢是说什么呢？佛就说无量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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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不对？他跟圣弟子呢曾经是一群人，也是渔夫，在海边。那渔夫呢有一天要打鱼，要做庆典，所以很多人打了一条非常大的鱼了呢，大家杀生啊，就好像普渡一样，中原普渡大家宰。结果佛陀当时是一个小孩子，佛陀并没有吃鱼，他吃素，但他很顽皮，拿一个木头，看到那只大鱼很可爱，就敲了它，叩叩叩三下，所以他头痛三天过。然后因为这样杀生的果报，所以呢他三天没有饭吃，所以他得到马麦之报。所以可见呢，今天师父要讲的是战争、疾病跟饥饿，最重要是你不要去造那个恶因。你假如造恶因，你将来就有恶缘，将来就有恶果。你心里若没有造那个恶因，对不对？全世界乱的时候，天下乱，你的心不要乱，你要念佛念菩萨，而且呢求地藏菩萨，求一切诸佛，让所有的众生呢灾难给我减低，这个才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他真正要的利益。好，那因为这一段非常很重要哈，今天师父又教禅观，然后又共修，光这一段呢我就讲了一个晚上，本来我是要讲到第十八页的，没关系，那明天开始讲十六页第六行，修持地藏菩萨有很多的功德，各位大家都很熟悉，在地藏经的竹垒人天品第十三，就亲自释迦牟尼佛告诉虚空藏菩萨说有二十八种利益，而且修地藏菩萨的名号
礼拜地藏的形象，或是按照地藏菩萨本愿经去做呢，也得到七种利益。明天我会介绍从这里28种利益跟7种功德开始介绍起，所以请各位可以先预习19页以后的经文。10轮呢，前面1、2、3轮比较长，后面呢，是讲的比较精简。那前面10轮里面呢，有非常非常多的内容，而且因为是地藏菩萨的地藏嘛，好，今天讲想修持力，好，请各位翻开到26页。好，我先预告一下，26页，请看经文26页第16行，悟二别显业轮名相。善男子何等为3种业轮，请做一个记号，这是这一品里非常重要的。一，建立修定业轮；二，建立习诵业轮；第三，建立福淫福业轮。这三个简单的讲，就我们呢，我的问题是 Q&A， 请写什么叫做护持正法尘。我们在家居士常常要护法卫教，请问你有没有想过什么东西叫护法尘、正法尘？佛教徒也讲住持正法尘，正法尘听起来很抽象啊。请问正法尘是观世念佛堂这个庙吗？想一想，你想要讲不是，那请问那我们在这里干什么呢？对不对？什么叫正法尘？好好回去想一想。那在地藏十轮经里面讲说，众生很苦，要让众生啊三宝住世，要做三桩事，就是这里第一，建立修定业轮，就是教一切众生要修止观、修属习观跟12因缘；第二，建立诵习业轮，就是呢要大家诵经、佛学研讨、读佛学班，就是在这里第三，建立福迎福轮，就是要建佛像、建寺庙、做法会，让大家修福修慧，但是要有清净的动机。所以希望你不要生气，这3种里面呢，由上而往下的话，出根基的是发心做事修福的。第二类的呢，是能够深入经藏读经论跟诵经的。第三类的呢，是能够调伏心而且修禅定的。你不要听到这一段不高兴，师父，我就是发心修福，难道我就是第三层吗？答案是的，地藏菩萨说的。所以这3个轮才会让正法住世。那修定轮里面，请看26页第20行，己一修定业轮里面分3，庚一修12因缘，看过来27页第14行，庚二。出入习观，所以这里会正式教属习观，而且这是南传跟大乘的属习观都有。第三，请翻过来28页第13行，庚三净律圆满。净律圆满就是你的止观要很圆满，所以这3个都懂12因缘，又修出入习观，也第三种，也就是止观圆满，这个你才能够得到今天讲几乎有26种。对，就是27种，30扣掉3嘛，应该是27种地藏菩萨各种定的功德。也就是说你要得到地藏菩萨的功德，除了你拜地藏菩萨，然后供养地藏菩萨、念地藏菩萨圣号之外，在因上呢，你自己也要修12因缘，修出入习观，而且要修止观圆满，这个是我要说的。好，今天时间到这里，已经10点了。好，那虽然明天礼拜天，但是有些老菩萨要早一点回去，那我们讲经就讲到这里。明天呢，会讲第16页第4段。修持地藏法门的功德，我也会介绍很多呢感应录的故事给各位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回向。老菩萨不用急着走吧，
你没有差那几分钟，最重要的回向，请坐下来。发愿回向在佛教法门是很重要的。除非你赶着家人又往生了，那我就没话说。心不要那么急。好，现在请看讲经发愿回向文，请念第十页。我们念一段偶益大师的偈颂，再念印光大师的偈颂。请看幻灯片，九华山地藏菩萨的肉身宝殿，希望大家发愿。发愿是要忏除你的恶业，破除你的执着，扩展你的心量。好，请合掌，心定下来，观想地藏菩萨，无量无边的地藏会上佛菩萨都在虚空当中，然后所有的众生，不管有缘无缘，过去现在未来的，都在你的身的背后，一起跟你坐在大宝莲花上发愿。请看第十页第八行，两句是一个段落，师父念一次，你跟着念一次。先念偶益大师的发愿文，待会再念印光大师的发愿文。好，我念一遍，你跟我念一遍。誓愿以身心供养地藏王，随于刹城劫永处众苦中，普待众生苦，令得先成佛。结时或可疑，此愿终不改。我所修福业，忏悔发宏愿。种种甚善根，体性同法界。一一皆回向，普施诸寒士。惜愿正真常，同归极光土。好，接下来看第十一页第十四行，印光大师所发的愿。好，一句一个段落，大事誓愿不可测。运杯周遍成刹国。众生静候是方修。地狱空时愿使习。说话多成无上道。自身由是生闻机。只缘身佛性为一。欲令同获究竟际。好，阿弥陀佛，今天就讲经讲到这里，明天见，谢谢各位。好，诸位法师，诸位莲友，大家晚安，阿弥陀佛。现在我们先看共修第一页，请看幻灯片。我想了一下，《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》这个序品，第一是非常好，但是呢，因为经文是各位第一次念，所以我想这次讲座呢，六天我都带大家用念的，先把经文不要念错，升起虔诚恭敬心。下次 Part 2 10月1号我来的时候，我就会打木鱼带大家念，这样子的话循序渐进呢，对各位来讲比较不会那么困难。好，请合掌。这是尊贵的地藏王菩萨赞叹释迦牟尼佛的功德。先看第五页第17行，
师父这几天在这边讲经的时候，我自己每天也念，我觉得释迦牟尼佛真是太伟大了，地藏菩萨更伟大，看